鹿茸菇炒腊肉啊。嘎吱嘎吱脆，新卖出的鹿茸菇，18块有2袋，都是用的这种啊小个的嫩的啊做的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嫩脆，更好吃。清水洗一下，可以爆炒、凉拌、烫火锅、煲汤都可以。瘦肉、五花肉、腊肉都可以炒。干么子？好的，那它这个是湿的哈，而且是没有味的，正常炒就行。哎呀，呛到了。